去金门去看看朋友，然后就顺道去厦门、泉州内陆这样子去 走一走，再回来这样子。哎，对，那我确实去了，才看到原来人家进步是我们台湾跟不上的。不是你去的是泉州、厦门呢？对，他们那边就比我们进步了，哦，太进步了，太进步了，这才是让我觉得泉州、厦门有比我们好吗？我是说台北呢，你不能跟宜兰比，我说跟台北比呢。对，不管是它的硬体设备，它所有的繁荣，确实都已经比台北它来的好很多了。泉州跟厦门比台北好，对，你这样讲害我很想去看一看。真的，那因为我以前其实非常排路，因为我有生力家庭长大的。可是泉州跟厦门 是福建的二三线城市呢，就是二三线城市就比台北市来的更有规划更繁荣，所以我才觉得那为什么台湾一直停滞没有在进步。那我们在这边吵什么呢？所以咯。